请雅文老师来讲评。妈呀，老师好。志怡，老师好。真的太可爱了，志怡你长大了哎，哇，今天穿得好漂亮哦，一家睡的。这个装扮是谁帮你准备的？妈妈。哇，妈妈好时尚哦，好漂亮。你真的长大了，而且歌声还是那么好。秋哥，赶快就后天，就后天。你们两个这首歌曲那个舞步啊。哇，好漂亮，好可爱，可见你们很用心，真的值得嘉奖鼓励，好棒，你们两个好棒哦！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我们来问一下子宏老师，请讲评。好，曼怡跟志怡，老师好。哇，你们两个真的默契十足，你们练很久了吗？没有啊。哇，怎么这么有默契？你真的很棒，而且那个曼怡的声音。我听到高音，我以为是志怡在唱，哦，原来你也可以唱那么高，你们两个声音也很搭，然后舞蹈也很搭，很棒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